是这里了，被废弃的四峰守护庙宇之一。这些庙宇已经荒废好多年了，蒙德的民众也根本不会来。搞不好里面会有野兽筑巢，或者丘丘人建立营地呢。毕竟连风魔龙自己都放弃了自己的庙宇。 是的，虽然我也很不愿意接受。 但风魔龙曾经也是四风守护之一。哎，先不提这些了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这里面的风，有些……进去看看吧，要小心，龙的力量正在影响这里。 用那个操作台，就可以打开大门。
能看见庙宇的最深处。准备了秘密武器，爆弹玩偶兔兔伯爵。随风而去吧。
呀！上面还有东西呢，但是我们要怎么过去呢？这是火元素方碑吧？如果有强大的火元素轰击的话，说不定能触发什么呢。这样就能为秦团长分担一些辛劳了。简单来说，但现在，风向变了，我们的策略，这是丽莎。啊，对了，如果想啊，图。What?